繼續試集第二組泥地的千二米，咁啊最後入閘是美麗一定。起步的時候一檔華美之威散慢啦，咁啊前邊快啲咧就黃衫嘅彩虹千里啦，出邊走埋上去咧就粉紅色彩衣咧就有型人，內側依家放頭啊綠衫嘅陽光寶貝啊。中檔第四位黑衫白面箍帽啊，熱馬房納伯川啦，內欄位置紅衫咧就標誌最出白衫堅闖啦。馬林中間尾四個位置咧就粉紅就藍嗰只咧就美麗一定啦，喺個內側華美之威出邊橙衫尾二就精彩動力包尾灰馬咧就係精英紅心啦。開始轉彎嘅時候，咁啊前邊咧就五棚子一對佔先啲啊，三隻喺曬前邊添啊。陽光寶貝就放守住第二位的位置，有型人出面第三堅闖內欄，第四標誌中間華美之威褪啲就黃衫的彩虹千里啦，出面上的了就見到納伯川和這一隻的精彩動力，馬林中間追就美麗一定大愛檔，也有精英紅心的。最後直路上面250米啦，中檔仲係企高半身佔先啲嘅陽光寶貝啦，有型人上嚟追佢，入面就華美之威，最初就精英紅心，馬林中間咧左挨右挨，仲有美麗一定堅闖白衫啊！最後50米啦，咁啊透出咗贏出咗大閘咧，就有型人陽光寶貝第二，最初咧就精英紅心，入面紅衫華美之威，白衫啊堅闖，跟住藍帽就美麗一定。內欄位置就標誌最出橙衫就精彩動力黃衫嘅彩虹千里，褪咗落去後邊喎，納伯川。